大家好，我是朱小鱼，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！这次出来冒个泡，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。我现在呢是在跟三国杀移动版一个手游合作，然后所以跟他们做视频，所以少了很多可以自己分配的时间，在视频上面也要精益求精了，所以比较之下真的是很难抽出时间来做自己的这个东西，而且自己平常也有点累啊，所以在视频的更新速度上面慢了很多很多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担待，好吗？然后我现在在给三国杀也是在给他们做直播，你们去战旗一样可以看得到我的直播，不过是在播三国杀移动版。有些 online 的用户呢，也不要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啊，与是同一个游戏同一个内容，你还是可以欣赏的很有意思的直播。然后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带来一些日常的直播了，这一次呢，实在是良心过意不去，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刚刚打的一个三国杀移动版的。主攻的一个视频直播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还是那样子的风格，还是很好笑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即兴 rap 呀，都在这个视频里面都有得到体现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也是希望一直支持周小鱼的人呢，还是可以继续的支持下去，因为换汤不换药嘛，移动版也是可以看的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然后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这个歉意，好，在开播之前啊，我这个开始这个视频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杂技表演哈，关于扑克牌的这个杂技表演，大家也看到说有副扑克牌对吗？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好吗？好，仔细看。首先，扑克牌先看一下每一张，好，都是不一样的，好，这个非常重要哈。然后我们随便选出一张，啊，这个不要，这个太丑。好，这个好一点啊，颜色鲜艳一点，方块六，我比较喜欢红色，合起来。我先声明一下，方块六在扑克牌里面只有一张，好，合起来之后，它当然只会出现在我插的那个位置。接下来做第一件事情，好。把它弄乱，好，把扑克牌弄乱，洗乱，好，洗干净一些，确保方块六现在的位置呢，我和你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好，洗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接下来开始找它，我也一瞬间把它找出来，一瞬间。首先第一步，咻咻咻咻咻咻，好，把牌像这样子切一下，好，这叫做花式切牌。经过一番切牌之后呢，在我轻轻的弹一下箱子，方块六就会跑到，这个是梅花七，没有关系，这都不是事情。仔细看，一二三，各位观众。方块六，我把战旗 ID 改一下。我说，请不要选奇怪的忠臣，我马上就把战旗 ID 改成这个，改成请不要选奇怪的忠臣。我改成这个 ID， 我看谁敢跟我搞。你们是不是喜欢选？
用了，我他妈多的是大的，我等一下摸个 Q 点，你信不？马上摸，裸摸原地摸，我日你妈好有逼啊！快点，天过，老子有诸葛亮弩了，老子现在稳了，老子马上都摸住。莫名其妙啊，他自己没有掉血开导员啊，有点尴尬。救吧！伤我武者，十倍奉还。一个反，两个反，三个反。无懈可击。我都担心张大战红是忠臣。没啥。先过一波吧。张通喊了个主播，把我喊的有点害怕了，真的，我这牌可不能丢啊，我这牌可不能，而且我出了桃子，张红会被反贼打，无所谓，啊，这桃子肯定是要出的，真的不能让他死，蛮害怕的。三五六不出来了吗？不知道。这世界也许真的有太多的你不如意，而你和我的生活坎坎坷坷仍要继续，希望永远种在你的心里，愿天天分分，善待人人和关心自己美好一幕幕。战战贼，战战贼，拿出勇气让我看。战战贼，战战贼，要向上看，不向下看。战战贼，战战贼，要向前看，不向后看。战战贼，战战贼，要向好看，不向坏看。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哒咚咚咚的世界有太多不如意。周泰肯定是中，我现在只认周泰一个中啊。别的虫都不认。
在呀，每天依旧要生气。不过我也没有打过张张庄，无所谓，我没有干过张张庄。有一个问题应该拆加一的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我现在越想越觉得问题的。拆个几把手牌，我拆了个男版，主要是，哎，我以为他说的是闪，我他妈想去拆杀去，去拆杀拆九的。每天，因为如果手里是闪的话，就应该拆；如果是闪的话，就该拆手牌了。我算的是他手牌是闪，也还好，也还好，也不是什么特别大问题。但拆加一总会是没错的。但是我现在有飞翼，无所谓了。I don't care 不需要。我先马上把灵草给剁了，剁完灵草就开始剁那个徐庶。我看先剁徐庶，剁灵草，先剁徐庶还是先剁灵草？不要给他搞，哎，你真太忠心耿耿了，简直。我们这个金门第一宗臣啊，周泰金门第一宗啊，曹兄骂我孙笨，曹兄是谁啊？反正我现在有马，有得很。林草主怎么不能有嘞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了。我只是牌好就放在拿，你拿吧，我看拿什么。这个乐不思蜀不能给别人啊，我要把这个乐不思蜀空了。我操，就把稳了，我太稳了，太稳了，你太稳了，你太稳了。我直接给夏侯打个无懈吧，我拿桃，我拿桃，我乐不思蜀不拿了，我这波要秒人，老子绝对秒人，老子什么都不管了，老子就要秒人，老子要秒人，老子秒人心切，我的秒人心切。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咚，时间有太多。他肯定优先拆我寒冰剑，他要拆的话，我先秒徐庶，再秒林草，我看谁跟我打了。我操，这他妈有技能，真凶！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。你给谁啊？你给夏侯是吧？夏侯肯定送我装备了，我行吗？虚都不虚，我两个夏侯也送不了好，你给他是吧？你给他是吧？可以了，这。我这两张三未必打得赢他嘞，这个他妈也不能寒冰别人，要摸到红杀才行。我现在有点小尴尬，我现在，我操，真凶！你输吧，我来打林草。他这个动作是不是爆眉桃啊？因为我没有出连读啊，他这个动作可能是爆眉桃吧。尽孝来了，我操！
不好意思，我